950947，一款满色的圆条辅佐。哎，看一下这个手镯的这个满圈都是一个金黄色的黄翡色啊，在这些地方会有一个苍蝇刺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脆性的体现，是非常好的。啊，我们看一看这个手镯的整体的这个底妆啊，是非常干净的，没有明显的矿点或者是黑点之类的，这个非常好。啊，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的一种橘皮纹的一个体现啊，这些橘皮纹，这是天然翡翠的一种特性啊，一个特性。我们试一试它这个上手的一个效果，上手的效果看一下是什么样的，看一看，很完美，很漂亮的一个。